纪念九三军人节，中华县政府依照往例举办秋节各项典礼，县长王惠美分别前往中烈祠、中烈塔以及军人中烈祠亲自担任主席，向先烈深情致敬。九月三号是军人节，县府民政处伫布里登的中烈祠举办简单隆重的祭祀典礼。军人节是国家重要日子，布里登外口也真应景出现国旗文创商品。拜台民众认为，这么重要日子，当然爱有国旗。以前这里从来没有人摆过，是是是，嗯，因为这个是国家庆典，嗯，这是秋季嘛，这属于国家庆典，理当应该有国旗，嗯，布置在会场，但是一面国旗都没有，所以我就把我的国旗都带过来摆。在鞠躬。简单隆重的祭典是由县长王惠美担任主祭官，来向中烈祠的先烈先贤表达敬意，感谢这段爱国的历史，为国家牺牲奉献。秋季的国殇大典哦，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国哪里会有家，然后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啊军公教以及所有为公这个啊来牺牲的这个啊。朋友们，那因为有他们的这个牺牲，有他们的这个付出，才有我们今天安和乐利的生活。那今天呢，啊，有彰化县各界一起来啊，感谢啊，对他们表达最高的一个这个致意，也跟他们家属做个慰问。王惠美强调，军人节这一天，代表国民来对书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先烈先贤，也因为有因的牺牲，才会当予咱过着安和乐利的日子。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